看看这刚才这几条狗咬的。来，看看，哎呀！帮忙送医院，来。哎呦我！你这个。我一跑到那门个厂子去，进个小窑，端去了这个狗都回家了，端去了。我那时候这还叫人那个人还走到脸不破的，到面部再回去没有，5分钟都没有。撞了狗咬的。那个，俺心里还一心俺老子，我都不行，你说怎么？你说。我父亲已经不行了，奄奄一息，就是。但是当时的就是那个还是清醒的，裤子推到一半全是狗给撕咬的。这个去我父亲的人看到就是狗的主人把我爸开的一个私家车给拉走了，他说的是牧羊犬和那个罗威纳，就都是凶犬，你知道大型的犬，很高很大。我问他，我说你有犬证吗？他说没有。然后问他狗哪去了，他说杀了。现在你说事情还没有解决你就把狗杀了，这不是毁灭证据吗？他这个写的院内有狗请勿靠近，昨天我们上这来的时候这个牌子还没有呢，今天突然就挂个牌子。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